给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挑战十秒内喝完一罐汽水，终于开始喝了，不公平。我们喝、啊。我们现在，因为我姐姐在 truck， 她成功挑战在十秒内喝完一罐汽水，所以我们也来挑战。对啊，你。要挑战你 ，OK？ 三二一，开始。胜利者，这是本期的胜利者郑一博。OK， 我们下一个 video 见，拜拜。